这一块料子它是微透微透的，黑色比较看不出来，但浅色一样，其实你自己加个小可爱，或是不要刻意穿深色的内着就好。外加这个完全可以遮住你们壮壮的小手臂，还有一点点的小肉肉跟副乳。然后呢，胸前这边是做这种小滚提花，然后小方领的，看它还可以绑。这种衣服你有买过可以绑的吗？所以我就讲今天这个是我最得意的一件衣服。然后就是宽版弹力的 SML 都可以穿，然后后背的话我觉得也非常好看，它也是做一个小方领的造型，它那种粉橘就是那种很可爱甜甜可爱可爱那种田园风的粉橘色，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袖子啊，我觉得好可爱哦，就是也是这种荷叶花苞袖的感觉。那你可以像我一样直接搭牛仔裙，然后就可以去约会了，然后我觉得穿起来完全不会闷热，是透气凉爽的。再来就是我自己也超爱的黄色，你知道黄色跟粉橘色都是淡淡的，然后它是做这种小格纹的，中间做这种方领的小提花边，超喜欢的。这件不是一件小件那种合紧的衣服，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可以驾驭。黄色有一种清新的感觉，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穿那种休闲算性。